Hello， 我是飞吹，我的工作是造型设计师。今次我去首尔是想看看有什么时装的新发现，希望在芸芸的时装当中发掘出最好和最适合的东西给大家。其实这个理念我选护肤品都是一样的。在今次的旅程，我就带了 Kiehl's 的深层滋润保湿乳霜和其他保湿产品一起出发。回到酒店洗完面之后，我会用这支医学保湿导入精华，它高度保湿，搽上面即时转化成水珠，渗透十层的角质层，皮肤感觉滑了还光泽了，个人看起来年轻一点，精神一点。 Kiehl's 的深层滋润保湿乳霜，这个 cream 很水润，里面的保湿成分可以帮助皮肤干的人24小时锁紧水分。最喜欢它质地润而不腻，用完之后即时觉得皮肤很滋润饱满，不会掹掹紧，同时改善埋甩皮，个妆仲会好贴添。去到外地玩足一日，翻到酒店都想争取时间休息一下。大女仔夜晚一定要护肤，为咗悭时间，临瞓前我会用呢个特效晚间保湿面膜，薄薄地搽少少喺面，唔使过水，成晚帮块面持续补充水分。然后再加埋呢支 lip balm， 搽厚少少就可以做个简单嘅 lip mask。第二朝早瞓醒，成个人都容光焕发，更加全程投入啦。